我昨天有报告说，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呢，每一个人大概就是十分钟。那十分钟呢，你要把你的内涵的东西，你很想讲的东西，十分钟要把它完成，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呢，我们尽量哈，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哈。那我昨天呢，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伏笔说，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八加一。那个一就是我的伏笔哈，但是我的内心里面呢，很想这个一让它呈现哈，因为它是我们古岩氏的年轻的一辈哈，是我们的童男童女哈，那现在更是我们的引道菩萨。然后呢，他在这个学习的当中呢，我觉得以现在的孩子的话，就是说能够这样子，我们算有一点点的苦修，对不对？他可以甘之如饴哈，所以我也很想听听他的这个学习的一个心得哈。所以我刚刚也请示师父，就是说我们还是把它加进去，但是可能时间上会有一点点 delay， 那大家就包容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心得分享呢，就准备开始。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小邱老师来为我们做这个主持的工作，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亲爱的老师父、主持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们待会儿要请第一位出场，跟我们分享心得的是来自泰国阿姜茶故乡文福的赵平法师。然后第二位要分享的是天华师父，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远自泰国的师父。师父好，大家好，午安。我是被绑架出家的，当然不是人绑架我，但是有一个疑惑、怀疑的人生的，刚好20岁。外婆突然往生，泰国就有一个习俗，就叫找小孩剃度沙弥，为了带亡者往生，火化，就显到我，我就有福报了，所以从那边开始，我就慢慢的跟自己的疑惑、怀疑人生学习的，从乌文府的阿赞曼阿赞茶故乡的开始，后来就往佛寺比修学他所弘法。后来书读太多了，就禅病出来了，就往龙婆天洞中禅解读。读就是读太多了，就排毒出来。读太多，知识多就祸多。所以从龙婆天的故观的时候，我有受益很大，我就慢慢从那边来。因为有看到坛经黄檗传信法要，佛寺比丘说那个是印度的，中国禅印度已经灭了，如果你想认识这个法，要到中国求法的求学的，
我就往 中国就路在虚云老和尚纪念堂香港宝莲禅师圣依老和尚的习习，有因缘我就到韩国崇山禅师的参见百日禅。从那年开始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点灯，这是不简单的，就是路上还有很多小街，很多的十字路口。我来这个古元寺这一世，因为前面打过三个气，在一个禅院，后来我生病有感冒想离开，那个慧济师父师伯要带我去看医生，已经要出门了，我就他就 出外想买药，应天黑了，我就看到后坐车有书，就是古元跟 DM， 我就跟他请一份。回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这一次的禅修的，我就动念想继续禅修，因为在那个三个七打禅七是主法和尚是讲台语的，我全部听不懂，但是解析的时候主法师伯他有讲到忏悔跟改进，我就请他们两个字来，两句来忏，所以我就觉得三个七不空过，起码能够吸到忏悔跟改进。后来到古元禅师的时候，我已经天黑了。我一停车了，就好像听到锣声音，在大殿是不是特别放的呜的声音呢？是不是我幻听幻觉的？是这样，就有一个很被叫醒的意思，声音好像在西藏的锣的声音的样，我就觉得这里是有好像有神有无形的护法的样。后来进禅堂，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里有大庆回音的声音，我问了很多人是不是特别放的，他说没有，我不晓得我用什么听的，耳朵还是用意识还是用潜意识听的，我都听到回音，很平的声音。这个问题要请教师父了。我对是七天第一个惊讶，就是看到这尊佛像啊，我看他的背，他的脖子，他的百会都一直的，我做不到，我就很好奇的，两个香他都不下台啊。我很年轻的，每一次香都要赶快出去小青的。他是不是演给我看而已？结果到了今天还是一样的，可能是真的，一定不是腿功的，一定是有内涵的。特别是殊胜的，我来前面都用方法，就是用我习惯用，就是四念住跟安本念配念佛的，就观呼吸，就点观在鼻孔，吸气吐气。然后我就一两三天过了，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来到这里了？我就专听听，听到师父叫我们几个次第的，从密，他说密点，我没有听过密点，我就听过海底的，或是第一轮，我就很怀疑，哎，第一轮他们是信的东西的，泰国不敢教这样的，你教徒弟最多是下丹田的，哎，我就试试看了。像孔体感跟兴趣的中间呢，我就放松，师父常常叫我们放松，很轻的，轻轻的，轻轻这样，轻轻的，不敢碰，怕有电了，轻轻的动那边，因为每次观想到那边，我一听到轻轻的，好像在门口没有进去，也不离开那边，我就发现，前三天我的脚麻酸痛，好像我的注意不往那边了，我不晓得它还痛还是不痛，但是我专注力就统一在密轮呢，际轮的，哦，不是肚脐呀。就是第一轮，就是最最根本的。因为我有以前人家出家人呢，连大便也不能用力的，小便也不能用力的，用力就犯规的，要忏悔。你看，所以轻轻这个就包容了所有的方法，轻轻的，我就发现，哎，脚。不大酸了，我不晓得酸不酸，但是我没有注意了，我就在第一轮那边的，也不是集中，也不是要控制的，轻轻好像这样，轻轻的，轻轻的，好像要抓也不抓，要离也不离的样，我就哎升起了疑心啊。不用缠佛陀也一行，有那个感觉再来呢，再来他会怎么样的？有几次了，我不晓得他是什么东西的，一轻轻的感觉好像他，当然我们没有太用力，我们也不耗力嘛，所以突然间他好像。放松这样啊，没有体重，好像轻安的样子。所以我到这里得到一个海底的第一轮的目标了，好像我要追要杀一个人，我就知道了这个人我怎么追他了。所以希望能够下一次有机会，师父办类似的禅修的。我会来报告功课，阿弥陀佛。谢谢法师，很详细而且很特别的跟我们分享。下一位，我们请天华师父来为我们分享心得，大家掌声鼓励。田宏师父，请准备。尊敬的老师父跟我们敬仰的主持师父，还有当家法师跟各位法师们，以及各位居士菩萨们，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很感谢当家师跟各位大姐们的，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做一个小小的分享。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因缘，就是我刚来没多久，才刚来，
半个月而已，然后就可以遇上这么殊胜的一个禅期。那我自己本身也很爱禅修，那而且但是我觉得进来打这禅期还让我蛮压抑的，就是应该是说会有得到三大受益啦，一个就是身心清安，然后共修的力量非常大。怎样说身心清安，就是大家应该会有同感，就是断食，那我们可以就是发现自己的身体感觉到非常的轻松。那当然我觉得这对我们禅修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有注意。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主要是我觉得断食这个部分呢，是我是第一次尝试，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禅期啊，就是应该说这样子的一个断食禅期跟修，应该说修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禅期。那我觉得断食对我来说啦，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然后因为断食的话会让我觉得是不是就有点好吧，那就尝试一下好了，三天，那自己第一次尝试就是断食复食这样的仪式，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我觉得这成效还蛮好的。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除了身体能够健康之外，另一方面就是能够降低那种欲望。虽然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不太适应，突然之间我发现什么叫做欲望，就是你其实不是很饿，你会感觉不是饿，但是你就是很想吃，然后就觉得那个是一种欲望。所以我觉得我之后可能可以持续就是看一个礼拜一天或两天来做一个断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另一方面在禅修的部分，我觉得很感谢师父，他可以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殷切的一个教导跟叮咛我们，然后注意我们的禅修的知识啦，还有一些身心的关照。的确我觉得真的是要知非即离，对我来说我也是还在学习，可是我觉得这对我很受用，就是怎样去翻转自己的一个业力，就是说翻转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把那个虽然第一念起的不是好的，但是你可以在第二念就把它断掉，然后一方面是让自己增上自己的信心，能够继续往下前进的一个动力。那对于在大礼拜的部分呢，觉得还蛮特别的，很感谢陈老师跟那个义工菩萨，就是志工菩萨们这样的教导。那我觉得还蛮受用的，就是整个就是身体的拉展非常的伸展得很好，就不是伸展得很好，应该是说就是对身体又感受到一些哪里卡卡的啦，然后透过大礼拜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轻松，然后一方面也对自己的禅坐呢有很大的注意。然后在修法的部分，就是在观想本尊的部分，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第一次收到那个刚好师父要加持灌顶，然后也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我觉得蛮色心的，因为我觉得透过大家的共修那种力量，然后有师父的一个引导这样观想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平等慈悲观跟一种无我的一个修持，我觉得是对我们是很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提升自己的那一个修持方式。所以我真的觉得之后就是我希望就是在这禅期之后能够运用这样子的禅修方式，就是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就是知非即离，然后让自己的觉察力更加增上，然后能够就是让自己的修行呢能够无碍，
然后也祝大家能够我能够也是能够修行能够无碍，然后直登佛果位。阿弥陀佛。谢谢华师傅的分享，珍贵的断食体验，还有禅修无我，另外无我的那种感觉，还有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知非即离，生活中就可以用诸恶莫作。那我们下位要请洪师傅来分享，另外林立雄师兄请准备，大家掌声。阿弥陀佛，尊敬的老师父、住持师父以及我们的当家师，还有最要感谢的就是五楼的帮我值班的义工菩萨们，还有内护，你们辛苦了。这一次算是我第二次的禅修，七日禅，在这个当中身跟心有蛮大的体验，就是说第一，身让我觉得整个精神整个体力，而且变成说很轻松，没有那种卡卡的，然后会变成连我的手跟脚，我本来都是冰的，现在都是一直有在串气的感觉，都是热的。所以这个也是透过静坐，静坐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一个法门，尤其有住持师父的带领。那这个静坐方面就是说，以前像我这一次的禅修有特别多的事，第一，五楼太多事，我来来回回的，然后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我的磁卡不见了。之前有一次是非常的抓狂的，然后身心躁动，因为那个磁卡是，我有问过李总管，他说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在那个。那这一次呢，当我发现磁卡不见的时候，我先找一找，然后心就定下来，哪里，我知道谁拿走了。结果去看，所有整个过程，我的心是完全不动的，没有像以前这么，那种感觉，就是你有透过禅修的那个静坐，会变成那个心是不动的，而且五楼很多事情。我上去的时候，我没有那个不耐烦的感觉，会觉得说今天就是一个执事。我会轻轻的跟他们讲，楼下有法会，希望各位菩萨配合。其实他看到我的脸微笑的跟他们讲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愿意配合。因为这个禅期说实在不是一般的人有福报能够坐着这么殊胜七天。说实在，像我回疗房的时候，我五点下去回疗房，净身完我就开始不到六点一直坐到九点。那个其实身心都有在改变了，而且碰到什么法的问题的时候会请示师父。也是因为住持师父的指导，在这个修学禅修的过程中有很大很大的注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上的根本法。因为也感恩活菩萨龙天护法，当年我对你的祈求
希望说台湾还有没有像真正落实在修行的道场。结果因缘很不可思议，我从桃园辗转到潮州，就这样来到古岩寺，这个就是相应了。所以当我听到住持师父的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所有之前的修行都是在枝末上，其实你的起心动念道理也懂了，听讲经说法也听了，真的事情来的时候，生气照生气，俩公照俩公，完全没有那个觉照力。所以住持师父一直提起觉照力，觉照力，当下的觉照力是很重要。因为很多八识田中的种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现行，好与不好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如果今天有这个觉照力过了出来了，就让他看着他，给他过，这样就会消我们的业。其实我曾经以前也很喜欢拜忏，我常常去参加，哎，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当下你的起心动念是不对的话，你没有觉照到的话，其实那种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还是要有最根本的法来入我们的心，碰到什么逆境的话，可能要过关比较快。不要说在枝末上的打转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学佛要稳定那个心性非常难啊，真的非常难。说实在，我以前脾气也真的很不好，没有三句话可能我会翻桌，我会拍桌子。因为经过三年来，一来的时候是一个疫情，所以其实也没有办这些，三月份才开始禅二，还有暑期禅修。第一次的禅修并没有什么感到内心的那种的比较大的改变。不过这一次坦白讲对我身心是做得很大的翻转。我觉得当然在以后，当后面我不敢说没有逆境现前，不过有这个法之后应该会很快过关，而且很多的那个同参道友的提携，住持师父的提携，应该让我在学佛道路上会很比较平稳啊，会比较平稳，而不会受到一些有的没有的障碍。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法，而不是在枝末上打转。其实我在佛门三十几年，没有得到真正的那个益处，没有下手处，你根本不会用，也不知道怎么用，没有人在身边教你的时候，整个业障现前，我跟你讲，抵挡不了，真的抵挡不了。我们过去是我们的八识田中有太多不好的恶种子，随时随地都在起现行，当下什么时候起现行不知道，只有觉知当下空跟明。师父常常讲的觉知当下是最重要。谢谢您师父，感恩你的教导，谢谢，阿弥陀佛。第五位的分享者是吕燕华师姐。那刚谢谢洪师父佛心的为我们分享了他的
禅修的收获，还有生活中自己的改变，感恩洪师父。那第六位分享的是吴纯慈师姐，请准备。现在我们要上场的是李艳华师姐，欢迎您，谢谢。谢谢，可以拿小抄，我就不会发抖了。尊敬的师父吉祥，那各位诸位法师如意，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我在古岩寺不算是新面孔，但是我都说我是潜水艇，因为我通常都是在古岩寺板的有好吃的时候我才会出现。那这样子出现了两年呢，我就有一点觉得说也应该来，人没有板凳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也应该来体验一下。所以我这一次就报名禅期。那在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我们南传斯里兰卡师父的禅修，那是我第一次禅修。再来我们那个仁波切的时候我也有参加过，但是真正参加过师父的禅修这是第一次，由师父亲自主持的。那我今天要讲分为几点，第一是我自己的感受，第二是我对师父这七天下来对他的讲法，我的接受程度。首先是感受，我刚来的时候我膝盖有受伤，所以我觉得我来的时候应该坐不住，我的膝盖会很痛，果然是很痛，第一两一两天的时候是很痛。但是呢，做到第三天才知道说这才是小事，更痛的在后面啊。膝盖倒好了，到第三天的时候膝盖反而舒服了，结果半边身体发现说有麻痹症状，真的是麻痹，不仅麻痹，整只脚是抽筋。那我就坐在那里，我知道师父这边会看得见我，我实在很担心他会这样瞪我，但是发现师父好像也没有瞪我的意思。我常常把我的右脚要伸出来，因为突然就会抽筋。那我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骑摩托车从阿里山到拉玛夏的时候，我曾经整个翻倒过压过来，可能那个时候没有治好，所以我半边身体有状况，但是自己以为已经好了，也做了运动，也做了推拿，以为好了，事实上并没有好。所以在这一次的静坐当中呢就出现了。那我很感谢呢，在这一次的禅修里面我有没有搭配大礼拜。那在刚刚我发现自己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大礼拜的时候我会加强我右边身体的一些柔软度，或者是揉捏穴位的揉捏的动作。那也在今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事实蛮好的，腰也挺得直了，虽然我还是坐不好，脚会还是坐不好，但是我可以肯定说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停止腰杆的走出这个大门，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收获。那至于怎么样来做呢，回去再好好的修。好，那这次他对师父这个说法体验，我觉得师父的果然是有一个四五十年的经验，我不喜欢拍马屁，我也不会奉承。我讲的是什么？四五十年的经验是，我看到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师父的开示，苦口婆心开示，那讲的一些佛，真的是佛的话语，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晓得。可是呢，他不是一直坐在这边，一直讲，一直讲，让我们听得昏昏欲睡。这点我觉得师父的四五十年的讲法，对法的了解，还有他的曾经当过老师的教学经验，所以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教学的技巧来让我们大家对法有真正的吸收。比如用经过我们问问题的提问的方式，好，来引发出我们佛法的里面的要义。那里面有一半的问题是我写的，包括那个有挑衅意味的须弥山也是我写的。当然也有好的也是我写的，比如说真知见啊、正念那也是我问的啊，那个菩萨上面也是我问的，而不是春来捣蛋而已啊。那所以经过这些问答呢，也会提升大家对法的那个了解。
那我非常喜欢的一炷香呢，就是我们修法修本尊这一炷香。哦，这一炷香，因为我自己身体会痛以外，我知道我的心也是安不下来的人，所以常常会定不住。但是呢，就在修本尊的时候，当我念得很专心，当我可以想象我整个佛光白光盖，就是身体洒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行经走回来，当师父念到最后那一句阿弥达巴上去的时候，我是真的有那种整个上去在望一眼上面的那个琉璃光的时候，整个人就不见了的感觉。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就后面那一声嘘上去的那一句。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我们修本尊。那我想这个也是我这一次很大收获，可以带回去在日常那个生活中可以继续修行的。那最后我想要还是要看一下照照，还是要感谢各位知识的志工师兄师姐，真的很不简单，那可以帮我们准备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好，那好，还有没有你们的服务的话，贡献和服务的话，我们没有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很好的氛围，这么好的一个磁场来修行。那除了说我们在这边听师父的开示啊，大家讨论问题以外，我不晓得各位师兄姐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外面古岩寺从进来到前面大雄宝殿那边过来，就沿路每一个树啊花上面都会有小卡片法语。我刚进来第一天，我会觉得说这么漂亮优美的环境怎么掉成那个样子，好乱哦，这样好。可是后来我慢慢回去下午回去的时候，我走的时候边走慢慢走慢慢看，看了几天以后发现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白天在这边听师父开示的时候，有没有听进去不知道，听进去有没有懂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当你到晚上，你如果有这样一份比较沉静下来的心的时候，你在看那些字的时候，那些字就会进到你脑子去，等于说再帮你复习一次。我觉得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感悟，我觉得这个后来对我很有重要。因为后面这三天我每天都下课以后会去走一圈，然后会把它看一遍，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用。再来就是外面有转经轮，这也是很少我们那个佛寺里面有的，我们要转经轮。那这个也是我们古岩寺的一个大特色，这个也是推荐给各位，如果是第一次来的一定要好好的去，不能说享用，是去转一下经轮。好，那我这一次带回去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我很重要，是缘起性空、出离心跟菩提心。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现在是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人研究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大博士班三年级的老学生，全所就我最老，比教授都还老。那为什么会想要再回去学校念书，有很大的说讲因缘和合吧。因缘和合就在这个三年前，在这个时候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到高师大去读这样的一个科系。那什么叫成人教育？成为一个人的教育，成为一个人的教育。我念了两年，修了很多课，也非常喜欢，因为可以把我的生命经验把它变成系统化的学习，是很喜欢。可是到了现在博三开始，我要开始进入到我博士论文的阶段，不想读了。我觉得博士论文写论文那是一种技巧，你只要学那种技巧，可是我这把年纪了，我何必学你那种技巧呢？我喜欢读书，可是我不用来学写论文的技巧。所以也是这次我想要来参加佛这个禅期的原因，是我想让自己沉淀一下，让我知道说我要不要再念下去。可是这次完了以后，我知道我应该会念下去，不是因为我多么伟大，因缘和合，如果这是我该承受的，而且是成人教育，成什么人？成人跟成佛有不一样吗？
这是一个教育世界。台湾的成人教育，它的应用面是比如说我们社区大学、乐林大学之类的，这些人会更需要有佛法的教导。如果说我可以把佛法跟学校的理论可以结合的话，是不是会有更大的益处？师父有一句话我也听进去了，我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那当然不要把我放在里面，因缘和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出离心跟菩提心要用智慧来运用，那也真是要学习的地方。谢谢。师姐说一串的笨呐，可是他出来的分享棒不棒？很棒，谢谢师姐。那待会儿分享的是纯慈，另外佩玲师姐请准备。好，那我们欢迎纯慈师姐来分享。感恩师父，感恩各位法师，感恩各位师姐。各位从我礼佛的态度就会知道我很菜鸟了。那我是完全没有禅修过，那我也很少做静坐。那刚才那位就是我的算是同学，我是被他的热情的邀约告诉我说有个很棒的师父。然后其实今天真的说实在话，这次主我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动跟最大的收获真的是师父。因为我是一个很图像化的人，我做室内设计，你知道师父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太阳，那个是一个小卡通节目，什么叫怎么唱月亮太阳宝宝哒哒哒哒说你好，也就是那个太阳它一直在微笑，它一直在微笑，可是我眼中的太阳它是还有中午的，师父是还有中午的，还有晚上的，还有阴天的，还有不同类型的，它不是一个恒常不变这样的太阳。为什么？因为师父打破了框架。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师父的打破框架，而且师父让我看见我自己的我慢。跟各位师姐报告，其实我也是高雄师范大学，我读生命教育。然后我读生命教育的时候，我刚写完以自我走到无我死亡恐惧管理理论，用无我去解决死亡恐惧的一种管理理论。我还用金刚经去建构另外一个理论，是解决痛苦与死亡的焦虑。然后当然我有在本土智商协会发表。可是你知道，可是师父讲得很棒，学问是一回事，实际操作是一回事。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天哪，我真的我慢好高。因为其实我最想来参加刚刚开始是因为我好想不讲话，最吸引我的是静语。因为想想看，在生活当中你要面对那么多的人，面对那么多的事，你经常要讲一些你不想说的话，你很难当自己。你要关怀这个，你要看那个，你要不断的注意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可是你却忽略了你自己，你忘记了你自己的感觉，你忘记你的情绪，你忘记你所有的感受。我就不断的学，我学好多东西，我拼命的学。我除了高师大的学问之后，我所有东西我能学我拼命学。我学到都快，我整个头脑好杂乱。你知道我这一次来到这边的七天像是反刍，一件一件的慢慢慢慢慢的把它重新再整理。我第一次发现我能够回来当自己了。我不用讲话了，我不用讨好你了，我不用观察你了，我只要安安静静的
做自己。接下来我发现，原来我头脑好吵哦，我一直在讲话，我一直在讲话，我头脑一直在讲话，我停不下来。天哪，我怎么那么吵？这时候我才发现有一本书叫《为自己出征》，我很爱。为自己出征的故事是说一个国王，然后有一个武士，他因为喜欢他，因为他很想证明自己很善良，他可以救助很多的人，所以他不断的保护人，杀敌人。这时候国王很喜欢他，结果就送给他了一套金缕衣，一个很大的盔甲。国王呢，一天到这个武士呢就很开心，很傲慢，然后呢就每天就穿着他那个盔甲洗澡睡觉，任何时候他都不脱下来。时间久了，这个盔甲不断粘在他的身上，再也退不下来。盔甲的嘴巴很小，让他无法进食。盔甲很硬，当他想要抱他老婆的时候，他老婆会被他弄痛。他想要靠近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听见他的声音，甚至咔咔的作响。盔甲代表什么？金钱、名利、面子、学习、知识、智慧，甚至是我们那一套外表的形象。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学历？我是什么？带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角色，让自己的我慢越来越高。我是不是如此？是，我承认。在这次这个地方，我完完全全承认自己非常非常的傲慢。然后是，你知道师父在讲有一些知识是无用的时候，那时候我想，天哪，在骂我吗？因为我写的就是无我啊，从自我走到无我，解决死亡恐惧的焦虑理论，我写了好多东西。可是你知道吗？一年下来，我毕业了以后，我放下来了，我没有实证，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草包。为什么？因为在智慧放在生活当中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刚刚谈到的那个武士，他后来发现这些盔甲让我师父穿了这样的盔甲走进这里来，为什么？我要请教梅林大师。因为在那本书上提到，就是他想要把他的盔甲脱下来，所以他需要去请教一个很有名的梅林大师。梅林告诉他一句话：第一，你要到沉默之宝；第二，你要到智慧之宝；第三，你要到疑惧之宝，怀疑恐惧的之宝。最后你可能才能够有办法把盔甲脱下来。所以七天我已经有所谓的沉默之宝，我在沉默里面慢慢的找回自己。而在智慧中，就是师父给我的，是给学生的。师父在像太阳一样，那么没有框架的太阳，不断不断的形变、质变、多变，它不是一个类型的太阳的样子而已，它可以是微笑的，它可以是强硬的，它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太阳。然后你知道我在静坐的时候，太阳老是那个师父的脸都一直在对我放光，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微笑。所以我这次学到的是什么？微笑。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静坐，我们的绕场，阿弥陀吧，嘘，这个绕场，你知道它让我想到什么？我其实我在念的时候，我有认真，我每走出一步，因为我有学过动态瑜伽，我说过我学很多，我不断的在保持静心，我感觉我的脚跟大地的结合。结果我慢慢发现，我越用力我可能会失去平衡，我全身有点僵硬。我发现，而且这时候我看到风吹过来，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是不是太认真了？师父也告诉过我，有些时候太认真会受伤。而后你知道，当我们在绕场的时候，这是什么？就有点像我们刚开始的出生，走了一圈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终点，就是死亡，也是开始结束，但是没有结束，又开始再结束。然后这个圈圈大家所发出来的声音就像共鸣，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念出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声音，但是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习气走出来，动作都不一样。它让我看见小宇宙与大宇宙，
然后就在这样子的共振当中，共振当中去产生，就像我们在看每件镜子，你知道吗？生命就像有时候会进到亮处，有时候走到暗处，有时候又走到亮处，有时候走到暗处。我当时我好感动，我今天我掉眼泪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今天的最后一次，我要走回我位置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感觉，我要走到我生命中处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对自己说，这一生够了，足够了。我很感谢我的差事，我很感谢我的结束，我很感恩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除了师父各位，而且师姐们这样的教导，然后让菜鸟的我提升了好多。师父感恩您，真的感恩一切，感恩。谢谢陈慈师姐对她自己的内观，然后慈悲有智慧的来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是佩玲的分享。佩玲之后是秋荣，林秋荣师姐请准备。好，我们掌声来欢迎佩荣师姐。师父，我有跟大师父同框吗？尊敬的老师父、大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午安，阿弥陀佛。我叫吴佩玲，在1994年与古元寺结缘，来寺挂单念书。感谢古元寺提供这个既优美又清净的念书环境。在隔年，我就考上了法务部矫正署的司法人员，分发到法务部矫正署台北女子看守所，从事矫正工作到现在。当年在寺里念书的时候，渐渐认识到寺里有许许多多的法会活动，于是就开始参加朝山法会，担任童男童女到现在的引道菩萨。只要工作上能排出时间，就尽量回寺朝山。碍于工作地点在北部，又请假不易，仅仅只有参加朝山法会。很遗憾，其他的法会跟禅修课程都没有参加。近几个月安排一些时间回寺参加了连续3个月的2日禅，紧接着现在的7日禅。针对这次的7日禅的心得分享，师父传道授业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解释法的意义，举例说明，找公案说故事，引经据典，目的就是带领我们禅修进入这殊胜的法门，观修本尊。师父带我们一起实际操作实修课程的每一个基本动作，一次又一次不断的练习。师父要我们感受身心变化。我自幼就多病多痛，身体有一些肿瘤，109年还因为急性胰脏炎急诊住院。前面3次的2日禅静坐的时候出现的症状是心悸、腰酸背痛、脚酸痛麻，最严重的是腹痛，尤其是绕佛。那3次对绕佛都有恐惧症，因为在绕佛的时候严重到几乎寸步难行。但2日禅结束后，隔天的症状就渐渐改善。例如第一个2日禅大概痛到10分痛，第二个2日禅大概有2分痛，对不起，是9分痛，第三个2日禅大概有7分痛，到现在的7日禅的前面3天都还有5、6分痛，但到了第4天、第5天疼痛就不会像之前这样持续2个整天，症状可能会断断续续不定时的发作，等到回疗房躺着休息约1、2个小时就会减轻，但这些疼痛
除了出现在静坐绕佛或大礼拜，也会出现在疗房或其他的地方，我都称它为大症后的余症，也就是整个七日禅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曾经在师父带我们走秘境的第二天，途中我又发生腹痛，不过回来后躺着休息约一个小时后就好转，可能像师父说的，把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从身体逼出来净化掉。最大的进步是在七日禅的第三天，绕佛的脚步已经不那么沉重，身体也不那么痛，大礼拜在第四天也顺畅了。最后分享断食，在七年前，也就是106年的那时候，那是我生命中参加第一次的二日禅，地点在大雄宝殿。那第二次二日禅就是在去年的十月，间隔很久。在第一次二日禅的时候，便将古元寺断食宝典取经至台北，在做自我规划。第一天断水，第二天断食，第三天只能吃水果，三天一循环，第七天仍然断食。规划完，开始每个月一次七天断食，就这样持续了三年。到了第四年，就改为每个月一次的五天断食，这个也持续了一年，一共四年。在此意外的发现，第一年的肿瘤指数从180降到150，第二年从150降到120，第三年降到60。这些数据就是我过去四年断食降肿瘤指数的收获。这个指数在一般人是35。我也很享受断食的过程。在这边有一个重点，在断食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因为没吃力、没吃东西、无力而躺在床上休息，这个会无法将身体的障碍排出，所以不能选择休假日来断食。我断食的日子会选择上班日或很忙的日子，就是要付出很多体力的日子。我们上班的时候会有勤前教育，勤前教育宣导，勤前教育宣导结束，就会开始做操伸展。做完操之后会打一套八极拳，打完八极拳之后才开始执勤。这个就跟师父教导我们的要动起来绕佛大礼拜的功能是一样的。我在断食的时候大家都在吃，所以只有我在断食，这刚好可以断了对食物的欲望。这次的七日禅，我仍然觉得动得不够，于是我加了课程啊、哦，我有问过师父可以自己加课程，就是在七天的1357第七日禅里面的第1357天，在大悲殿礼佛108拜，在第26天在弥陀殿礼佛108拜，增加我的运动量。结论，在座的同修如果有跟我一样是禅修的心声，不用害怕，不管是断食、静坐、修本尊、大礼拜，一开始会很陌生，但只要将师父教授的基本动作落实并不断的练习，是能够熟能生巧的。在此跟大家共勉。师父说观想无量光，这七天我坐在这里行光合作用，被无量光照耀滋养，身心产生很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转化成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遍满全身。感恩古岩寺提供这么优质的禅修环境，感恩师父的谆谆教诲，安排这么充实的法本跟讲义及课程内容，感恩内护师姐们的善心护持，辛苦了。最后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我被同学问到什么是童男童女，什么是引道菩萨，他们分别是什么意义，具备什么功能作用，什么资格才可以担任。我的回答是，
具有庄严道场的功能，但这个答案并不到位，也不完整，再恭请师父解惑。以上是学生佩林的分享，阿弥陀佛。童男童女的来源是古元寺，一直有菩提营，就小孩子的儿童营啊，暑假的时候，所以让这些童男童女有工作做，有表现的机会啊。那事实上我知道，那个每一个都想当童男童女，因为站出去，然后又披那个小袈裟。就好像很庄严，然后也很注目的样子啊，这是童男童女的来处啊。那以前我们去朝山或者在这边朝山，都会有动员童男童女，每一次朝山啊，但是发觉越来越，现在小孩子跟以前小孩子不一样，你要叫他来越来越难。啊，来了以后呢，看他脸也臭臭的啊，那很不愿意啊。哎，我们的内护菩萨就想说，哎，与其求人，不如求己啊。那所以我们锦兰就自告奋勇说，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就这么就变成内护啊。那其实做的就是引道。那我们佩林呢，从童男童女，真的那时候童男童女。那现在就变成内护的引道菩萨哈，他角色没有变啊，其实年纪当然也小了，现在再叫他童男童女有点对不起他啊，就好像我们陈老师很喜欢叫人家小菩萨，我或许被叫的也觉得也不错，但是如果我的个性，我都老大不小还叫我小菩萨啊，小师兄。这个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很恰当啊，我就是永远不老，我永远是小师兄，真的也不错啦啊。那这个当然题外话哈，那最主要就是刚刚佩林也提到，其实如果我们对古元寺有认同，你每一次的参与，每一次的发心，就是对古元寺最大的供养，对古元寺供养等于对古元寺有缘的人供养，这些有缘的人的供养又变成他们跟他们有缘的人的供养，这就这样慢慢就蔓延出去了。那再加上我们那个网络 YouTube 啊这些的制作，所以现在也可以讲到古元寺的知名度、影响力。其实也慢慢在增加中，我们不是愿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愿是希望佛的正法能够因为我们的用心，我们的坚持，慢慢至少不要让佛教 变衰了，不忍佛教衰，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能让佛法的正法弘扬多少算多少，只能尽力而为。阿弥陀佛。住持师父，还有刚才先称呼老法师，住持师父，还有各位法师，还有诸位同修，大家午安，好，大家好。那个，我刚才心脏还跳，还会跳，当然心脏又一直都在跳了，只是说还跳得特别有感觉啦。那个同行来找我的分享的时候，我是可以拒绝的，但是我就想到，没有，我就想到说，这个也是去除我见。弃除我执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这个也是师父教的啦，就是我第一次来
打长二的时候，我就听到觉照两个字，我觉得蛮受用的，因为随时有感觉嘛，那感觉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用去这个感觉去照我自己的心，到底这对还是错，所以我对那两个字真的是颇为受用哈，啊，所以我就承担下来了。那个当然这是前言呐、啊，那也借此我要在这里先感恩住持师父哦，他的法其实真的是很圆融、很圆通，信手拈来，也不用看手抄稿，好、哦，那也不用对着法本，然后就非常生活化。那回去可以在 YouTube 上面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咀嚼，实际上是非常的受用哈、哦。那我接近佛法也有年呐、啊，就是早年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上有一些不顺遂，所以就去到处找答案。那我想要找答案，刚好找到了这个佛法，所以我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接触到网论哈，跟一些同修善友就一起学习，然后也累积了很多异类文字。但是到了就是我现在已经进入晚年了。那进入晚年的时候呢，我对我的死亡其实感到非常的害怕恐惧，所以我又在寻找说哪个地方可以让我比较安心的可以面对死亡。那刚好有因缘，就是我也在那个什么学习啊，算了，那个不用提。我刚好也碰到同修的这个提起，他在古元寺学禅这个实修的道场，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哎，这是真的是结合文思修，哎，你看，又听闻到师父的法，然后思维，我们一直在思维，每次我要抓了师父的上一句。在想的时候，师父已经讲到下一句了啊，所以啊，我头脑筋也没那么好嘛，就放着，反正就想说啊，回去再听。但是我会告诉自己，我会再听。那文思修，那修就是你看师父所创造的这三种法门，真的是非常的实际，而且你也可以有实际操作面的，就。这个真的是师父的功德。那你看，就那个观本尊部分，那观整本尊部分，其实我对他非常深涉，而且我对藏语来说，我非常非常陌生哦。无字天书不是，他是有字天书，但是我告诉自己，我要熟悉他，因为熟悉、认识、了解，那我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相应。如果没有前行，就没有后面。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100分的学生，那起码可以做到50分。我真的是回去放了，陆续把师父的带子前几期的都一直就重复的放，怎么样修本尊的？但是当然是还是没有，就是没有非常融通，也没有很相应。但是至少这里告诉我说，我每天我时时刻刻面对阿弥陀佛，我把阿弥陀佛藏在我的心里面，那长久以后在种在我的八识田里面，死亡到临的时候，我心里有他，我不再害怕，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庇护，他会指引我，他会带领我，是不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哦？然后再讲到其实观本尊那个空明双运，这个也要谈到要有修定啊，所有世出世间的功德都是有止观，都是止观之果，所以一定要学定嘛。但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其实很不到位，因为脚好痛好痛，痛到我看前后左右都是我的榜样，哎，所以我有时候一直忍，我是再忍一下，然后想师父怎么还没有讲话，然后怎么还没打板，可是他们也是我的动力啊，让我可以多熬，就同行善友也是我的动力，让我可以多熬1分钟1秒钟或2分钟，但
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向，让我知道说回去我就是要熬过这个痛期，我的打坐才有提升的机会，否则的话我还是打哭禅了，一直坐在那里。我在家里打坐的时候就是啊，我感到脚不舒服了我就起来了我很容易软软习气放过自己、哦、然后当然要打坐要柔和身心啊，所以就要那个拜佛要礼佛，但是师父也开创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拜佛方式，这个拜佛可以让我们净除罪障，然后又可以让我们锻炼身体、哦、那个锻炼身体，所以是真的蛮受用的，一把老骨头了，本来想说过退休的日子就是要慢活吧，那其实慢活还有两个字，就是等死，但是我想到我这个时候还能够翻越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就人生的高峰，那真的是太值得了。所以拜佛我当然是越拜就越流畅，因为第一次来打禅二的时候我脚是痛到跪不下去，到现在可以跪，但是我还是拿一个蒲团来垫一下脚的部分、哦、啊，所以很感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道场，让我可以来做这样的学习，然后那个目标方向也很明显、哦、都是指引的我们往上提升，但是过程呢，过程一定是有一些血泪的啦，啊，没有那么严重，就过程是蛮辛苦的，比如说我来的过程里面，那个前几天我还在骨架那里跌倒了，那可能是我站得不稳嘛，然后就站在蒲团上，所以滑下去就撞到屁股，金毛摸了还会痛啊，撞到屁股，然后手臂呕青，那很幸运的就是活菩萨加持，我不需要去躺在那个宿舍里面，我还可以继续拜，好、哦，那。这个叫做，我想这个叫做随缘消旧业吧。好，那这个除了消这个旧业以外，我还想到我其实第一次六月份来打禅二的时候，出了宿舍，出了那个睡宿舍的门以后，我就在那里滑倒了，然后滑倒以后躲冰嘎兜，就是等个脚板翻过来以后，还好同行善友帮助我，急着坐高铁就回去，帮我坐高铁回去，然后我再叫计程车回马街，然后马街的护士竟然他听到我是从高雄来嘛，他非常好像很自傲的问着我啊，你从高雄来到马街，我说我是淡水人所以那个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我在想他在我消业，在消我的业障，还有我过敏非常严重，所以常常会清晨起来一定打喷嚏跟万物报道，所以也当然也打扰到所有的同行善友，我是非常抱歉、哦、我还记得还有一次，不知道19月份还是11月份，我坐在这里的时候，第二天我也是拼命打喷嚏，哦，离开道场就好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叫做业力现前呐、啊，因为以前就有这个经验，所以我深信。但是透过学习，我希望在以后我再来的时候呢，那个师父有说这个学习呼吸嘛，吼、哦。然后那些观想还有做九节佛风可以去除这边毛病，那为了要去除我的毛病，那我当然回去是要努力学习，然后我所学习的也希望能够跟所有周遭的，我尤其是我的家人我的眷属们分享，希望他们有一些受用，当然不是全盘的翻过去，那当然没有人会接受的，就是希望我自己学得更好，我自己修学更好，才有那个功德力去摄受别人嘛。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讲人家只是听一听而已、哦、那这个是比较了我啦，因为我是孔子的信徒，我一直记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到我亲朋左右，我怎么可能扩大心胸？但是师父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有，要发菩提心，要有大气。好，那我也要学习有大气，所以我想就一步一步来吧。我真的是一个愚钝者，不可能很快就踏上去哈，只是还有一点点福报能够来此学习。所以最后真的是感恩住持师父，感谢大家，感谢同行善友的包容，谢谢。谢谢秋荣师姐的分享。我们最后一位请柯其才师兄，掌声欢迎。敬礼敬爱的老师父，敬礼敬爱的亲爱的智持师父，敬爱的师父，还有各位师父，感恩所有内护的菩萨，感恩跟我一起学习的师兄师姐，来到古原寺是说要把我放掉，但是师父师父有讲的要性空，但是还是要有，所以师父是我还是要用我来取代。好，这个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你到古原寺有什么心得，我会用两个字，痛快。为什么？哦，脚好痛，痛到今天早上还在痛。啊，为什么叫快？华喜充满，真的很快乐啊，非常快乐。因为什么？关关难过关关过，很快乐。啊，有什么收获？有刚讲的。华喜充满，而且满满满。这个事实上我来这边我感受到，昨天师姐说你要起来心得报告，我在想哦，我要讲什么，但是我把它理一理，这是压力的时候，也是让我逆生上游的时候，我整个把它师父从昨天从这样七天下来，从事实上我慢慢的在虽然是很痛苦，但是慢慢的我把它理出一个理路来，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也是跟师父跟大家的一个感想，我不敢说心得报告，这是感想。那来这边如果我们整个来看的时候，我觉得
到这边到古元寺来，你会体会跟人家有殊胜的地方，真的是特别殊胜的地方。有哪些殊胜？第一个，法殊胜。为什么是法殊胜？师父讲的法跟人家就是不一样，一样是佛法，它不拘泥大圣、小圣、密圣，但是师父在他的演讲里面呢，在整个讲记里面呢，都讲得很清楚，要融合起来，是佛所传的法，没有再分什么圣，而且呢，师父把它融合起来，把它整个古元寺里面很特殊的，我们所学到的，就是第一个，感受到从身来看的话，就是大礼拜，但是在里面呢，大礼拜里面又含有心，啊，就是中脉，事实上也是中脉哈。那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那个。观本尊，观本尊跟一般念佛也是不一样，也是不一样，打坐也是不一样，所以说这是法殊胜，也是一种什么这个传承的殊胜，这不只是这个殊胜而已，传承的殊胜，这个是从老师父一直传下来的这个一种传承。所以这个地方我会岔开，在我们第二天星期六的时候，那传灯法会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那个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传灯法会，也许因为我比较没有这个，所以我没有看过，而且真的是非常的令人觉得很感，等于说非常感动就对了，师父能够在这个从老法师藏，从佛陀这个老法师藏，哎，老师父了哈，这个这样传承下来，也就接到师父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传承就是法师圣。第二个呢，人师圣，也是老师父给我们的风范。事实上，我会被引到这边来是什么？是自己的病痛，因为自己的病痛，我说我学佛法学那么久，我有什么帮助？回向，大家回向，我收得到吗？真的有效吗？所以我就在网络上，我要实修，没有实修绝对没办法，所以我就上网去看，刚好看到实修，看到古元师老法师老师父，而且古元师里面的大悲殿的准提佛母让我慕名而来。然后呢，因为我到大悲殿去礼佛，礼准提佛母，然后有这个因缘，再来能够来见我们的师父。师父，当我在最彷徨的时候，师父给我四帖药，让我很欢喜的去接受所有的苦痛，而且在过程中我是欢喜的，我是听师父的所有的能够看到的 FB 上面 YouTube 上面能够看到的法，我想说这是我要的，当我好的时候我会回去古元寺，我绝对会去参加这个古元寺的这个活动。
所以因为这个因缘，所以这个在这个传承方面，哦，师父因为有这个传好的传承，然后引导我过来。第三个呢是讲说殊胜，师父真的是在讲法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佩服的，这个不只是就是徒弟啊，这个再怎么说，师父在讲师上一个观念，说今天，所以这是我们谈修的一个很主要，就是内，就是那空，这个空明，他就是一直在讲这个观念，但是可以用不一样方法，连那个八识什么都可以讲出，这个啊，那中观都可以讲，哦，真的是啊，每一次呢没有冷场哦，他每一次上课，啊，觉得源源不绝，源源不绝。我从九月才开始看九月的这个讲记，一直到最近，事实上师父这一次在讲，在禅七这里面的理路呢，完全都是里面，而且都不一样的讲法啊！我是痛到不行，你知道吗？啊，这个，有时候师父在讲的时候，我就半听，然后半痛，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话，但是我还可以知道说，师父在整个里面呢，事实上在讲这个讲述殊胜啊，师父这个讲述殊胜呢，事实上师父从刚开始叫他讲空明，第一个就空明，到昨天最后可能就是啊结束了，也是又提起空明。这个从头到尾就是空明，但是里面他讲的呢，他是也是从叫我们就是要空，但是要从有，所以师父从开始的时候，前刚开始在讲的时候是有，到昨天收受的时候就开始在讲空，就是要人空法空，开始的时候要由有来修，因为缘起要从那个性空就是缘起，就是觉照。那觉照师父有讲要正知见，师父讲如果没有觉照，就没有办法这个正知见。哦，那有正知见才有，事实上在讲都是在讲会缘起性空这个，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在讲这些观念。哦，那就讲这个在这几天的这个在修学的这个过程，哦，第一天第二天事实上第一天还好，因为我们有来两那个二日禅，但是到第三天第四天，哇，真是难熬啊，那脚痛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师父真的是非常的知道说每一个可能知道这个，他就说这个时候要痛的时候要忍耐，就是要去赶快去觉察，真的要去观习，哦，要这个他这个地方他有讲几种观修的方法，哦，这个我大概都知道，我就不讲了。但是我就是用整个的统摄来看的话，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师父就讲说，这个时候就是要耐住，要忍耐，要去啊，不要动来动去。我，哦，那个时候，哦，就一直忍到第五天的时候，哦，真的痛到不得了。师父可能也看出来了，那如果不能忍的时候就可以就要跟他妥协，哦，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个地方师父好像看出这个整个的那个的状况。那所以我在第五天事实上第四天的时候，哦，痛到最后忽然间，哇，一只脚松掉了，哦，好高兴。但是要再继续呢，哇，又痛，痛到第六天，最后啊，已经受不了了。最后一堂课啊，昨天晚上，哦，就下来了，那个就两脚就没办法了。那
因为这个事实上到昨天中午就睡不着，精神很好的睡不着，但是脚都热热，但都是睡不着。到昨天晚上完全睡不着，旁边谁几点打呼啊？这个哪里狗叫啊？鸡也在叫，这个我都知道，但就是睡不着。所以这个，但是到今天早上，哇，上半身只有剩下心脏在跳，还有脚在痛，其他都不见了。到第一思乡，哇，全身都松软。我说，哦，真的是得救了，真的是这个七日禅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感恩师父，感恩大家。谢谢柯师兄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暂时一个因缘的休止符，可是我们等一下还有网课。我们这一次的因缘很感谢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法师们帮我们制作了。外面那个树上面都有法语，我今天中午去照一张，就是老师傅讲的感恩感念感德，因为我怕忘掉，所以我就去照起来。有时候生活中师傅教的这些法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去用。那资源刚才有师兄都提到了，有一位中医师从美国回来，在电话中特别交代，我们的师父像高山上的矿泉水，清澈清凉，我们能不能接到法水，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用心去实践，每一天去做，或者你方便的时间去做。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在这边做一个 ending。轰！哦，比我好了。好啊，我想，感谢大家能够把勉强的把自己的一些体验啊，表达出来。那我们从八个人里面，你也会看到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那相同的是感动啊，那相同的是内化。那我想最后还是来一个劝请，因为我想可能在座有人心里面痒痒的想讲几句话的，请自告奋勇出来。没有关系哦，那个网课不重要，我最大的厉害就是什么都可以调整。有吗？有谁想分享吗？真的不要客气，喝酒顶忙的呀。昨天那八个是经过沟通的，现在你站出来是自愿的。不一样，那 OK 吗？有没有？没有啊。好，请，对，我想，不吐不快哈、哦，如果不让他吐一吐，他会叨叨念念好几天。OK， 敬爱的老师父，敬爱的主持师父，我不是不吐不快，我不是要来分享，我是要来吸球。因为七天的那个七日禅，因为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来的时候跟大家一样都是很痛苦，很每天都在期待要吃饭，肚子饿要吃饭，然后肚子填饱了我脚还是痛，然后全身没有一个自在。那不过因为是师父的法，那我每天听得很欢喜。那我也知道古岩寺是一个实修的道场，
因为在台湾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你一进来它的氛围就给你很安，能够很安住很自在，没有任何的压力，来这边就好像开心的回到家。那可是我现在开始发抖了，因为觉得来这边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回家。那其实这次的七日禅要来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前两天就开始让我的右膝盖没办法成型，是跛脚的。那家里也是住在五楼，我就这一直来担心，就是说我的行李怎么扛下来。可是因缘都很顺利，就是说儿子也刚好回台湾，我是说妈妈要来下来高雄，拜托你把我把行李扛下来。那他就很质疑，你还要下去吗？我说我还是要下去，因为假如到了生死关头，我不去弥陀，我去弥陀殿，我是去哪里？不是去弥陀净土，我是去哪里呢？所以我一定要回来。就是老师傅讲的，就是咱的本基地，咱的本基地是在家啦。所以回来我很开心，然后也有很多善友的帮忙来守护我这只脚。可是就在正行的第一天，它居然 90% 已经好了。那照正常来讲，你每天这样压缩它，它应该是会痛，结果它是越来越轻柔，越来越软化，然后让我能够做得很自在，有别于前面几个月，我从去年的四月开始来的，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可是在这次我感觉到我的身心真的是无比的舒畅，真的是禅悦为止，很开心。所以我每天就看着师父，我觉得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每天我都看着他，我就一直很想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想笑。因为我很好笑。不是，尤其是到了今天，我就觉得我好开心了。为什么要回家？师父能不能希求你下次把禅期能够时间拉长，那我们在那个开水已经烧沸了，不能让它再凉掉，然后继续滚下去，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因缘时常回来。哦，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们古岩寺欢迎大家，如果想几天的进修，其实都可以预先申请安排啊，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那个云水楼啊，还蛮方便，反正个人有个人的房间啊。那你若想进修几天，想用一下功，都可以申请啊。所以你报名的时候就说你是参加过禅期的，那第一关就通过了，就理所当然了，因为已经有底子。我们现在以前是古元寺是以闭关著称了，所以各个道场啊，有想修行的都会来这边闭关。但是说实在的，从我的角度观察，收益不大。为什么收益不大？因为他根本就不晓得怎么修，所以来闭三年也是如是，三个月也如是，七天也如是，三天也如是，两天也如是，也意思也就是不管多久的时间都是如是，保持不变。所以那个是错的。你好不容易发个心想精进，结果弄了半天身心没有多大改变，所以我就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边啊？当然我从我本身的学习，那个本身的修持，当然还是有凝聚操练出一些我觉得最重要而且最受用的东西，那就围绕着这个东西就可以天花乱坠的讲。我这几年不断在强调那个心是不具象的，但是你那个跨距越大，你跨出来的范围就越大，包容的就越大，所以
这个心是空的，但这个只是起心动念，你发一个菩提心，哇，你这个圈就可以画得很大，但是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空，但是容一切有。你若不懂空，那么你的有就有限，一定要懂空，那个空就是无我。所以当有出现的时候，空不见，但是呢，你若懂的话，有不离空，有出现不是问题，这个就关键，这是关键嘛。这一点你如果不懂，那说空说有都是对立，说空说有都着相，那永远还是在轮回，永远还是在相对的世界里面打转。事实上真的你真的很伟大，因为你的存在是绝对的，没有谁可以取代，没有谁可以否定，也不需要任何人肯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如是说，我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你敢不敢承担，有没有这个雅量，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跟佛无二无别，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离佛很远。所以到底要不要，当然要，当然一定要承担。那这个不是我们一种自我放大，而是佛如是说，我如是解，如是信，如是行，如是证，绝对做得来，都不要怀疑，完全不用怀疑，你若有了这个，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了，一切都 pass。 若不懂这个，处处挂碍，时时都有考验，跳得过跳不过就看你的能耐，但是你若有这种正确的政治政见，根本就不需要跳就过了，就守住这一个，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绝对可以过。因为为什么你不动 困难就要动，你不动他动嘛，他动就过去了。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悲伤，再大的挫折，你只要心静下来，他很容易就过去了。你心不静下来，只会让那个痛苦更过不去，更痛苦。所以佛真的教给我们无上的法宝，真正的心要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多体会多印证啊。希望大家，现在你已经是本尊了，你现在已经是阿弥陀佛，不能推卸哦，不能推卸，因为你已经被受记了。你成佛的时候也叫阿弥陀，也叫无量光，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叫你什么，都是假名，真正的是你那一份冲天盖地的空跟明，那个才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这里面呢，真的要慢慢的承担起来啊。那如果你都能够这样承担，还会小鼻子小眼睛吗？那小我还不断的在那边演戏吗？马上被你看破啊！你如果不懂这个，永远被小我这小鬼哦，自己养小鬼，自己整天被小鬼整，那就很麻烦啊，真的很麻烦啊。好，那我想，因为拖了大家的时间，要加倍奉还，所以我们的网课就三归一就好。